我因为健身之后，从184变成186，我还想怎么可能？我出道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见你以前不是这个身高啊。对，我以前我出道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，你鞋子有问题，你鞋子有问题。没有，我只是站直而已。你以前没有那么高啦。我真的以前我都会这样录影，然后后来我只是把它站直而已。你以前跟你老婆差不多高啊？你差也差，你才跟芝麻一样矮的。太多了吧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